起的天空。虽然你在香港说停留多一点点的时间，但是也只是四天了，听说是吗？四天已经四天了，一个礼拜也不够。而且我还跟他们讲说，我还跟他们讲说，你这样子，我们香港的歌迷恨死你啊！陶喆 来了四天，然后这个通告是从早排到晚的，我知道，很累啊。嗯，对对对。然后我这个今天我觉得最辛苦的是我来的时候呢，外面还有一些歌迷，这些歌迷都是从这个真的是从可能那边2000年一直跟着你啊，他们都老了。他抱着他们小抱着他们的小孩子来啊，对，他一个还在喂奶啊，对，很辛苦啊，你看，所以我刚想说没关系，等一下这个陶叔叔啊，你就是干爹了，干爹了，对，给你包一个红包啊，对，可以安全打车回家。没有，因为其实真的是想来，而且我这次发现来了，其实也有很多的改变，整个的环境改变，然后音乐。我也觉得也可能也有一些改变，然后我们现在也坐在一个不一样的地方，对不对？高科技，真的是高科技，这个真的不得了。这是命运啊！对对对，所以我觉得其实音乐也在改变，大环境也在改变。那我自己觉得，当然最不能改变的其实是我们的人，对，就是我们要进步没错，但是我们不能变成一个，以前可能不认识的人了，对，我觉得那个我觉得是真的是最重要的，我觉得还是要。保留以前我们那个时候对音乐的热情啊，然后那种很淳朴的那种态度，对于很多事情，你觉得你自己还怀抱着那样的心情写歌吗？有，我觉得我一直其实会常常的提醒我自己，我会觉得说我可以从第一张专辑1997年到我现在已经16年了，我还可以坐在那边呢。然后我开演唱会还会有人来耶，然后还有人买我的专辑，我自己真的会觉得真的非常非常的被祝福，然后很幸运。哎，你唱 live 的时候呢，有好多经典的歌你会唱，有演出的时候选择出来呀，唱给歌迷听的嘛，是不是同一首歌，不同的环境，不同的情绪啊，不同的年头，唱呢都不一样的版本呢？对，而且你会有不同的，因为观众永远不可能是一样的嘛。对，那当然我觉得其实我是一个，就是一样也不一样的心情啊。对对，像我会特别特别在意观众的反应。对，那比如说我如果在唱一个很嗨的一首歌，我唱个比如黑色柳丁，然后观众比如说没有反应，坐那边这样看着你，那你会有什么感觉呢？对不对？那你就你自己说真的，你会嗨不起来嘛？你真的会想拿那个黑色柳丁丢他们呢？砸他们呢？对啊。那你到处去演出，你觉得整个大中华不同的城市，我们先说香港、台北跟内地的，你觉得？歌迷的风格有分别吗？有，因为我觉得要这样子来，形容，就说 OK， 比如说好了，台北的观众呢，大部分当然不是全部，台北的观众大部分都是台湾人，就是他可能不一定是台北人，他可能是台中人啦、中部人，他可能是南部人，可是大部分。都是台湾人，当然也会可能有一些香港朋友来啦，也会有一些日本朋友来啦，可能一些外国人来啦等等的，内地的朋友来都会有，但是大部分还是。那香港呢就很难讲了，香港现在的观众跟10年前的观众也不一样啦。10年前可能15年前香港的观众大部分也都是香港人啊。现在呢更国际了。对，我那天还在讲说，我有一个歌迷，你很难相信哦，他是一个英国人，男生。男生，而且他不是年轻的哦，他应该已经快30几岁了，是不是华人是吗？英国人呢，这个老外啊，英国人呢，而且他是个律师他是个律师而且你看到他在那边演唱会的时候，他是这样啊。你看律师在那边叫你，说话对，他一定会觉得说，我希望没有碰到我的客人呢。我的客人都看到我这样，我都不敢找我了。对，因为他是很嗨的。对吧？我来了 ，love you， 那样的。就是在香港的他住香港。对对对，然后你会觉得说，哎，
很在台湾你可能就看不到嗯这样子的人了，嗯，对对对，那这你就会觉得说，哎，这个是一个香港的观众，嗯，不太一样，嗯，对对对。那北京、上海，你说比如说深圳，深圳也是很多的所谓他们讲外来人口啊，很多人去深圳工作啊，去赚钱呢、啊，嗯，所以每个地方的观众，嗯，能量也不一样，嗯，我不知道你那个海琪，你我那个时候自己好像，我第一次在香港看演唱会的时候，嗯。我那时候觉得说15年前的香港的观众朋友也没有那么的嗨啊，他也会是比较酷酷的、啊、酷酷的呀、啊、坐在那边看你对吧，你在上面已经哇、嗯、唱到已经眼睛都快爆出来了、嗯、然后他还那个样子，因为刚刚认识你嘛、对对、啊、可是你后面哎，我发现我好像在开第二次巡回第三次巡回的时候、嗯、就发现你可能不用叫他们站起来，嗯，他们自己都已经，以前你要说哎 K A 嘞，嗯，走啊爷，现在是啪，他们自己就站起来了、啊。